研发科技自2010年开始就以智能地球的推手作为企业愿景，更于2014年建构研华 AIoT 智能共创园区。历经10年的孵育，这座结合科技与人文的园区终于落成。园区外观以红砖校园风格设计，致力打造能激发同仁热情与潜能的工作环境。2014年完工的一栋建筑是嵌入式物联网平台事业群的总部。M 栋建筑为2016年完整导入工业4.0的研华制造中心。2023年新完工的 U 栋建筑则作为服务物联网事业群的总部。占地3.5公顷的研华 AIoT 智能共创园区，携手共创伙伴打造主题式的展间，将技术与创新融合，为客户提供最佳的物联网解决方案。此展间主要以 AIoT 加边缘运算为主轴，展示研华边缘 AI 的产品技术，同时呈现工业物联网软硬体系列解决方案。研华更将 AI 与智慧制造、智能设备与智慧能源管理导入自身产线，以优化产区流程，提升工厂整体营运的效率。研华也以沉浸式体验带领客户探索智慧城市的样貌，从智慧零售到应用在不同场景的智能交通与物流，全方位的智慧医疗解决方案，研华提供软硬体整合的完整服务。研华以利他精神出发，为客户与伙伴创造价值。更打造员工休憩场域，落实员工照护。研华从台湾出发，将产品带到全世界，并持续落实利他共益企业，成为有序地球的智能推手。欢迎来到研华 AIoT 智能共创园区，与我们共创智能物联的未来世界。